小孙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江经理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高思聪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痛快点。江经理，今晚有空的话，一起喝一杯。哦，没时间也没有关系，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。可以。顺便我也想知道。你从入职到现在都学到了什么？孙行，坐这儿。好事，过来，来，去吃。玩儿不至于的啊，来，过来喝一杯来。哎，安排的还挺好的。哎，小崔叫我，我先过去了。快去吧。江经理，不是定的八点吧？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来了，吃。哎，经理，我喝啤的。徐总，哎，这儿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马上来了，你先喝着啊。今天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差一点就赢了。可是您就快被打成筛了。那是因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才被他们偷袭的。我错了。我说胖子，你能不能别趁老吴不在的时候就欺负新人呢？那今天是谁在游泳池拔人气门芯来着？哎，小孙。来这喝一杯，过来呀！哎，欢迎，还挺受欢迎。怎么着你？吃醋了？我相信啊，邱总作为四组的一员，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成就就怎么着？已经过去了。得意忘形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想知道，
我到底说在了哪里？